我是彩云，来自于中国，热衷于中国茶文化，一直在学习和研究这门学科，现在是国家级二级品茶师。目前我住在瑞士，很开心，也很荣幸可以在欧洲传播和传授中国茶文化和茶知识。茶学这门课程是伴随着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历史的典型代表之一，它呢从最初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物质文化基础，上升为琴棋书画诗酒茶的精神文化层面，茶学和美学相结合并存发展。非常感谢 La Frac de Hans 对我的邀请，也很荣幸有这次机会和艺术家运用传播优雅这个主题和茶美学相结合，来一起演绎优雅这门艺术。我们展会上见，谢谢。